右手捏入线，然后在左手的小指上绕一圈，食指挑过线，中指和拇指捏住线圈，右手拿住针。我们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。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圈，我们可以用左手的中指和拇指把这个圈稍微的拉大一些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圈里呢分别勾短针。我们第一针呢，大家看啊，我们这个右手拿着钩针，我们这样把线勾过来，勾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先勾一针这样的小辫子针，这一针呢不算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在这个洞里面勾出九针短针。一针啊，我们在勾完第一针的时候，我们拿起我们的小别针，在第一针形成的这个辫子针上面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形成的辫子上面呢，我们现在有两根线这样的，我们可以呢直接把这两根线卡住，做一个记号，这是第一针短针。然后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方法，我们把线勾出来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这就是第二针短针。我们再往下勾，第三针短针，第四针短针，第五针，第六针，第七针。好，我们看到侧面呢会形成这样一个个的小辫子。八针，我们九针勾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数下这个小辫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从我们记号别针的这一针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号，九针勾完，我们就可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线头，我们使劲撑这个线头，然后我们就会组成这样一个圆。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小别针拿下来，拿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要在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小别针刚才别的是这样别的，就是小辫子的两个线一起这样别下去了。我们在勾第二圈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勾，大家看一下外侧这根线上，我们一定要勾外侧这根线上的这一针。小辫子有两个线，我们勾外边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在勾第二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勾一个引拔针。好，我们勾一个引拔针，勾完之后呢，我们勾个辫子针，辫子针勾完之后，我们再从引拔穿过的这个洞里面呢勾短针。好，第一针短针勾完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小记号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勾第二圈。好，我们在下边呢，不管是第二圈还是以后的每圈，我们进针呢都是在这个小辫子的中间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小辫子不是有两根线吗？然后我们从中间进针，然后把线拉过来，我们勾这样的一针短针，然后接着下边的勾，在每个短针对应的小辫子针里面呢，我们分别勾出一针短针就可以了。我们在勾到最后的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现在我们别针的这一针呢就是第一针，然后第二针，第三针，四五六七八九，现在九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从这个把别针拿下来，大家记住啊，在拿下来的这一针里面呢，还是外侧，还是从
辫子针的中间里穿过去，我们勾一针印拔，勾完一针印拔，然后勾一针小辫针，作为起立针，我们再往下勾，勾一针短针，勾完这针短针，我们做个记号，然后呢，重复第二圈的勾法就可以了。都是勾短针，好，我们再往下勾，每一圈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奶嘴的形状就要出来了。我们按照这个方法重复的勾织，一直勾多长呢？我们不用数圈数，我们勾到所需要的长度。大家喜欢这个上面这个尖儿，喜欢长一些的话呢，我们就多勾几圈；喜欢短一些的话呢，我们就少勾几圈。这个大家自己来掌握，大概是3到5厘米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，往下勾就可以了。我们每圈的第一针呢做个记号，下面我们勾9针，再和这个第一针呢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。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方法呢往下勾，大概勾了这么长。下面我们开始勾长针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和这个第一针呢，我先做一个这个引拔，好，引拔做完之后，我现在勾3个辫子针。勾长针的时候呢，是首先要先勾出3针辫子针作为第一针长针，然后下面呢我们绕线，还是在这个洞里，引拔穿过的这个洞里面呢，我们再勾长针。大家看啊，把这针勾出来，2针并1针，2针并1针。好，然后我们从下一个短针对应的这个小辫针里面，我们勾出1针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我们再从下面一个短针对应的小辫针里面，我们勾出2针长针。绕线还是从这个洞里面勾，好，然后再绕线，从下一个里面呢，我们勾出1针长针，绕线，也就是隔一针呢，我们勾2针。绕线，从下一个里面勾1针长针，再绕线，再从下一个里面勾2针长针。好，再绕线，从最后一个里面呢，我们勾1针。大家可以数一下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一共是勾了12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算这个呢是12针。好，现在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小辫子，这是我们引拔的时候呢留下的一个小辫子，我们不用管它，直接从这里，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引拔，引拔呢是在起立针挨着的这一针长针上对应的小辫子里做一个引拔，这样呢我们这一圈加针的长针我们就勾完了，一共是
12针长针，往下勾。我们在每一串的开头地方呢，我们都要勾三针辫子针作为立针。我们把这个立针呢作为一个内勾长针，下面我们勾外勾长针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内勾长针是对应一个，下面的一个长针的，这就是内勾长针。然后我们勾外勾长针，我们先绕线，在这个长针上面这样进针。我们在这个长针上面呢，我们勾两针外勾长针，就这样进针之后呢，两针并一针，再两针并一针，绕线，还是这样来进针，勾一针外勾长针，两针并一针，两针并一针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勾了两针外勾长针了。我们再绕线，我们下一针呢，勾一针内勾长针。勾一针内勾长针，这样的内勾长针是向内插的，然后再绕线，我们在下一个里面呢勾两针外勾长针，外勾长针直接这样插过来，然后我们勾一针，然后再绕线，还是这样来勾，然后绕线，我们在下面一个呢。长针里面呢，勾内勾，内勾是这样来进针的。好，我们就勾一针内勾长针就可以了。然后绕线，从下一个里面呢，我们勾两针外勾长针。绕线，然后勾一针内勾。绕线，勾两针外勾，勾一针内勾，绕线，勾两针外勾。绕线，勾一针内勾。好，我们还有一针，勾两针外勾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再和我们这个开头的位置做一个连接，做一个引拔。我们这一圈呢就又勾完了，我们再往下勾呢，就是有规律的勾了。我们这一圈呢是在外勾上面加了针，然后我们在这一圈呢，我们在下一圈呢是在内勾上面加针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要勾三个辫子针作为一个起立针，我要在这个内勾上面呢，我要勾两针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三针辫子针作为一个长针。这个我就作为一针内勾，然后再勾一针内勾，这就是两针内勾了。好，然后绕线，我从大家看一下外勾，我正常的是外勾，外勾呢是在每一个外勾长针上勾一针外勾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一圈呢是在内勾上面加针，内勾上面勾两针，大家看啊，现在是内勾。勾了一针，然后再绕线，还是从这里插针。大家看一下，还是从这里插针，再勾出一个内勾长针。好，然后绕线，然后到了外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正常的外勾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绕线。到了内勾这一针呢，我们勾两针，内勾长针。外勾，我们勾每个外勾长针，我们勾一个外勾长针就可以了。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呢，
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呢，把下面的剩下的这一圈的最后几针呢，我们勾完。好，我们勾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也要做一个连接。我们每次做连接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在我们起立针挨着的这一针上面对应的辫子针做一个引拔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一圈就钩针完成了。我们下一圈呢是内钩正常的钩，我们在外钩的左边这一针加针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我是如何来完成的。首先呢，我要钩三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上一行呢是有两个内钩，一个俩，我们就这一针呢对应这一针，我们再钩一针内钩，从下一针内钩里面呢再钩出一针内钩。好，这样呢就两针完成。我们再钩外钩，我们这一针外钩呢正常的钩，我们下一针这一针外钩呢我们钩两针，也就是加一针。我们这一行呢是在外钩长针上加针的。好，加了一针，然后内钩这两针呢我们就正常的钩。这两针勾完，然后我们外钩长针呢第一针正常的勾，我们第二针呢勾两针外钩一针，然后绕线，再从这一个里面勾一针外钩，这样呢我们就加了一针，现在呢是三针外钩，一二三，然后下面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往下勾，一直勾到我们这一圈结束为止。好，现在我们勾到结尾的部分呢，我们再和开头呢做一个引拔连接，这样呢我们这一圈就加完针了。外钩呢有三针，内钩有两针，我们在现在的这一圈里面呢，我们外钩正常的钩，然后内钩是加一针的。好，我们现在钩三针辫子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绕线。我从内钩的左边这一针，因为我们是内钩是两针嘛，